雍正是位超级勤奋的皇帝，他不舍昼夜的批阅奏折，毕生都在为信息处理工作操劳。如今更庞大的信息处理也可以一瞬间完成，滴滴每天处理数据超过4500TB， 从采集、处理、转化到存储系统，覆盖路况、车辆等多数据维度，每天处理路径规划请求超过200亿次，你的一次路径规划只需不到1毫秒，这是你不知道的滴滴科技，你每天都感受得到。